两位对立，人家孙良行下手为勇，这边掏出断魂枪。万恶罪魁，南门吊吊该死。在这个一鸣惊人，母里面转行，生我的金甲山娘，本地九霄三仙女，魂飞魔山下迷风。啊，那当中三位啊呢，关系人都冇讲话，啊呢，啊那乌一公爷，啊金甲山娘在那当中三位，啊二兄金甲山娘，迄根香甲烧来，啊那叫我食药。嘿，你是天哪大母子呢？那像安尼要平定龙恩真简单啊，请人面的啦，无费心的。啊，等你着开口啊，你嘛加减甲我聊两句啊，对不对？我算你的师啊，哦。啊，等你这群官差，我咧甲你看咧。啊，你要倒位，我就对到倒位，对。我做你的师啊，一步一鸣惊人小家的啦，好。老师话，小难的呀，小难的呀。钦差王平当金家孙良在死险的所在这里密谈，这个时阵引起乌杰相信，乌杰离开现场了。可是十三位新党南门甲未了解，武林中有两个金家孙良，伊决心得要为因师父银西子的报仇。现在抽出着银西子一生创作的三宝。穿金钉，哎呦，三有心，三有心，别杀哟，别杀哟，哈！这伊那人啊，做来是真懵懂哈。爸，你唔知影，金家孙娘杀来阮西有银西子，我得要报仇啦！高伊那里啊，啊，我晚头把你叮咛过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爱先甲通知一声啊，也应该要安怎处理，定甲讲。我都想讲，我做错才跟你讲咧。马煞会使安尼，对？嘿，你在敬老尊贤呢？要做进前啊，需要搁只老前辈研究哦。该行则行，该止则止啊！哈，要恁咧妄动做事，安尼惊动钦差大人哪对？啊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下罪！大人啊，大人啊！哦，不妙了！现在金家孙良女杰已经重伤沉重，昏昏迷迷。到底小孩童，你用什么暗器射中金甲玄龙呢？阮西位遗宝叫做穿金钉，无论单金铁骨、什么宝贝、什么宝甲，都拢给伊钻探过。啊，系啊，袂话。大人啊，我先来请只雷公来医治这金甲玄龙了后啊，我再解释给你听来。啊，你慢些动脑啊。你稍等我，我来请雷公。好紧啊！哎呀，先生，我你拖来拖去，你拖安怎？人这边翘起啊，我赶紧来几百啦，几百滴一滴下去的啊！先生翁，你真辛苦了。唔介意啦，嘿，我写本来呢，我这款人吼，做人为快乐基本啦。啊，我这边上先哦，讲这个囡仔代志你听啦。嘿，因老爸就是高志国，一个真有名的拍铁匠啊，专门在咧拍铁就对啦。啊，这个高因哦，去拜这个银西柱为师呢。嘿，银西柱啊，是在高志国迄个军刀家一只名手。啊，一个月外前啊，叫这个金家玄龙新兵凶手给杀害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高因吼、流浪来到中原的目的，就是要找找天下军务师，记住呢，就是要找这个金家玄龙为因师父报仇。所以这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为了机会啊。这讲起来，伊也是唔对啊。当时佮想起来啊，无唔对。新党南门甲在。杀害恁师父金家玄龙是男也是女呢？伊拍死阮师父了后吼，特别离开当时有讲一句话，讲师父不得已的，啊，你声音个听起来吼是真低沉，真有力，算起来是男人啦、啊。哦，当时射杀恁老师的金家玄龙是男人，也唔过这个金家玄龙是女剑呢。哈，查某哟？是啊。较古怪嘞。安我这金甲玄龙的查某啊，
你到底是安怎一个不高人？现在我嘛，免惊啦，我是要甲治好势啊。但是这个金甲宣良的要求啦，讲我甲护士小姐在甲看，拢总无够格，一定得爱这个乌鸦阿霸王亲身来甲伊看，来甲伊换药啊。伊的伤痕可能要十外天才会好啊。啊，你赶紧去叫乌鸦来嘛，我药啊拢甲款便便滴啊。啊，你叫乌鸦甲伊看过就是啊。啊，过时，请。我贵个。后护士小姐后医生讲，一定得爱乌鸦来解看，伊才会爽快。爱喏，差不多一年前叫金家宣良射杀，拢是有人伫咧讲爱喏无死，也无这个金家宣良查某囡仔打扮的，敢会是爱喏冷心心呢？哎呀，总有一天你就会了解，何必猜疑呢？我即马带阮这后生哦。来去玩耍玩耍，啊，社会见识见识，先煞查探这个奸相幕后的动静。先查王你真忠诚，但是南门角新堂怎样？你身躯还阁有暗器吗？有啦，啊，都三支，剩几寸两支。我甲你叮咛，这个暗器用在万恶的罪魁金甲宣良的身上，绝对唔通滥用。假使你若是滥用伤人，就犯法了。啊，大人啊，我遵命，我遵命。好。你随先走往去见识见识吧。啊，多谢大人。行行行行。参见大人，雷公所说，金家宣良受伤需要我给他照料吗？是啦，希望乌鸦日夜给他照料，遵命。大人啊，哎呀，大人啊，我这个过敏的伤影嘛命哩，我想要来破四十三藏金楼，换着这个奸相最细半段。先机妙而活动，将中计为就是啊。拜见相爷。查探军情如何？迄个妖龙击毁了百官机密门了后，也全然要上天心桥，要核准尔。啥物啦？啥物啦？讲话有哪讲到，卖大心开。要迄个天心桥核准尔尔，哎，讲好讲好，听拢无啦。要都搭一搭桥，行到迄个天心桥，啊，车渡桥、满桥、全是桥，歹。呵，好到时给你讲，你讲啥？赶紧从头阁讲来。要都迄只妖龙，啊，就天心桥头尔，天心桥全啊救起，救起，要全啊去坠落迄个万丈的深渊，生死不明了。还有什么消息？要你派只劈眼魔鸟在要驾驶回主，要回主要驾驶，要无要引全批人要去攻破正气山庄，啊，拢通通好死了。好死？全好死？拢死了，衰尾了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，也都迄个王平啊，因迄个中原军甲拢唔敢来探咱的藏经楼，啊，咱踮这个所在拢掂掂。按兵不动，安尼嘛唔是两七了。六，何道水给你讲来教你。来，技师阿萨布鲁，对。本官平时咧摆这个藏经楼，机关真奥妙，你的头脑真好，有啥物良策对付王平甲中原军舰呢？唔是兵多在夸口，那是我心立一个小术，给王平专派骗甲不准呢。解释予本官听看卖，二处二处。七仙阵，八只九翼，一只九度，安尼都有可能抓这个王平，实在奥妙。哈哈哈哈！安尼好，来人啊！这张牌先摕到正气三生，予这个王钦西关系遵命的。要你一张牌摕去，王平是要创啥？我申请王平在这个迎春亭谈条件，安尼才有可能给擒呐。好啊，那这是在金钱币呢吼。是啦，好等王平来上戏。先走地哦，先走地哦，一澳两线哦。先走地哦，哎妈，哦，你都未先走地哦，生意真好呢。哎，就信用问题啊。
诶品质啦，哦，啊新娘拢爱过好，啊自然啦，有生理。好安尼。嗯，啊所以啊，出来外面啊见识见识个。爸，我问你啦，啊我唔知虾米时阵才会当见到阮师傅这个运命之神。运命之神是安尼，稳稳天天啦，啊。啊你若是有诚心在要求师，啊总是伊会知影，啊伊自日就是会做你的师傅，啊教你真济代志。好，那讲这运命之神哦，嘿恁老爸嘛真尊敬呢。嘿，有一天我拄到有名之神呢，啊，我就甲问一个问题。你甲问安那？我问讲，世人轻我、骗我、谤我、欺我、巧我、盗我、辱我、害我，何以处置？要安那处理？哎呀，那甲你应啦！哎，甲干哪呢？伊讲用他、养他、奶他、饮他、睡他、敬他、避他、不理他、化他如何？安尼哦。所以我要加减研究，啊，恁爸会真心来，原来是啊，这运命之神去甲我教你咧，叫做处世之道啦。哈哈，用他、养他、忍他、耐他、随他、敬他、避他、不理他，看他如何。哎，恰是变到会记哩。嘿啊，啊，我咧看字嘛，小香呢，过眼不忘呢，啊，听一摆哦，都拢会记哩呢。哇，你心动，嘿，恁老爸也真福气，嘿，叫你做客囝哦，嘿，真福气就对了。喂，人家也要交关，是啊，一杯来咧。哦，来来来，一杯两分，啊，三杯五分，啊，莫饮三杯，饮两杯就好，啊，饮上些惊拍巴肚，嘿。偌济钱？按照两分哩，欠你。你真无意思呢，啊？哦，这仙草茶都爱人工，还都爱本钱，啥物饮得那欠嘞？什么？高爷你咧陪咧上身？哼，真乱来哩！阿伯退命哩！稍等嘞，唔通动手。他头拄我甲你讲了啊，啊你又搁随时在要搏动啊？饮他养他，啊因为伊就是无钱，也唔再甲咱欠。啊伊若有钱对无？大丈夫七窍辛苦啊！啊大家嘛爱民主，爱廉耻，哪有讲安要甲咱欠的？甲咱简想你嘛知。爸，干嘛来是无？妈呀，唔对啦，好啦好啦，好你欠，好你欠。哎，爸，钱我甲收了安尼。嗯，阿姨都无提好，你甲咱欠，你哪收了啊？啊，先算吼，这嘛一方赔偿呢。哎，我都无款提好你，啊，你哪甲提钱，还佫一两倍？哎，我都用借呢。我，啊，你搞伊哪里安尼拢唔捌收啊？迄袂用你着。迄你提别人的物件都是犯法的，迄变成贪的，哎，有诶讲占溜啊呢，有诶讲压强啊呢，迄是最可耻的行为呢。啊，管提行伊。也毋过这张批，敢若像有写字，毋知写啥物重要的代志，还甲看卖咧啊。我看一看，这张批，王平金鉴，木可拜客。哎呦，木可是干神。啊！木果甘心写批要叫王钦车，嘿，甲听看卖，看卖。哦吼，原来这个高志国甘上木果，啊，请大人这边到迎春亭这边去谈代志。嘿，这唔少啥物规矩哩，啊，你点吃？啊，我来去迎春亭啊，来甲看卖，看到底是布置什么阵仗？爸，你去多细呢？啊，恁爸老经验，嘿，绝对无问题了。迎春亭，迎春亭，哇！这个凉亭起得足水的，还搁伫这山坡顶悬，好奇花艳草，苍松翠绿，哼！这关公地区，哼！哇！迄亭内哦，哦，八只狗伊拢石塑砌成的，还搁只石桌真水，哦，还搁有棋盘呢，哎。迄甘心嘛，无可能讲请钦差大人来遮行棋哩咧，来遮甲纳凉一下，来甲纳凉一下。啊，一个人踮遮足无聊诶，我看若有过路人哦，我都叫来行棋。哎呦，无半人，四面静肃肃，这敢有啥物规矩？无可能咧，啊！你看这个甘上木可可能是知影讲这边中原军夹啊，大家拢真团结，所以就惊。啊，四十三已经甲破三绝，剩一转尔，所以无能为力，怕算是要投降归顺的款。对，啊哈！仙草王，你可真了享受。啊那，
真凉呢。公司你唔办点这个所在，这个立凉。我这个无聊，哎，来行一半去啦。哦，啊，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多谢。你这革命的哦，啊，一世人拢为社会啊，啊，一个牺牲，为国家牺牲哦，大家真钦佩你。哦，啊，小看来安尼，甲享受一粒行一半去嘛，无歹咧。果然这代啊。你惊红旗老板，我惊乌旗行伍啊！哈、啊，有了啊！这条楚河汉界呢？是啊，让你先出马嘛！哎，让我先出马咯，出马咯！可绝招！哎呦，你干嘛想跑昏了？哦！哎呀，踮这个所在行棋嘛，真无意思。我才甲大人讲，别来去抓这个奸商不可，大破四座山藏金楼，安尼无得甲顶两波兵哩。我们来去咯！哎呀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！念嘞！啊，念嘞！爬不起来，这到底什么机关？哎呀！那没关系，也我可以熬了，也会念人。我讲个笑话。阿达没话，啊，我嘛叫念嘞咯。运动飞行神功，一火冲天，都要甲冲起来咯！哦，让我冲冲看卖。呀！我哪冲啊喏？哎呀，你仙草王啊，你实在有影真歹心！啊，你踮这个所在叫念哩，啊叫来做伴。你要介济人哦，足无聊诶！啊，那袂话，两个拢叫念哩啊，还念久哦，人稳当精神的散乱呢，稳死的，稳死的。啊是安怎？啊要抓迄个翁平是啦，抓这秃头啊千草王甲这个过敏的。伊啊，我都伫遐食千草茶，啊千草茶食食咧，我拄啊欠咧，啊要甲野蛮，啊迄个高音哦，我看伊甲小三先咧手骨头甲磕一个，啊我一段皮转都无去啦，啊可能是叫转折。喂，迄、那个囡仔到底对？妹妹，甲你哪讲？迄千草王你若唔讲哦，你一定会黏死。啊黏就黏啊是安那。那囡仔都唔捌生卵，你过差别囡仔哪有啥路用？嗯，要找这个囡仔袂容易。喂，钟兄弟啊，那树难所在，来去找这个狗屎囡仔。好，行。奇怪，啊，阮爸讲要去探这个迎春亭，要看这个动静，才久拢无来，到底是怎样？唔知有发生什么事故无？放心不下咧。狗屎囡仔哩啊！啊，你甲偷钱，煞来去搁甲整歪东皮，啊！啊，闹开闹开！啊，食茶无钱给人，啊硬用阿万呢，啊搁甲点仔讲，哈、啊！你唔惊人笑你，唔惊人笑你？迄路莫过，讲个难说嘞，都甲断落去咯！啊你，好啊，威啊，啊啊啊！是足厉害呢，但是阮爸常在甲劝啊，叫我爱忍耐。甲大人咧甲我讲，讲我这个暗器穿金顶袂使滥啥物用啊，敢若对这个金甲穿量会开始用尔啦，啊，别人我都唔敢用啦。啊，你唔通阁逼我，逼我吼，逼狗会跳墙。莫阁讲啊，难生的啦，我紧滚蛋落啦。山的飞刀，飞弓就这个神童南门角，南门角进入进来，唔敢用暗器。现在神童在生死一瞬之间，用救用救！用救呀！恁家老多笨啦！好大水鸡，你也无得外交哦。嗯，到底什么人才好大胆，敢来我好大水鸡面头前在弄闲戏啊？哈！哇！金光万朵，水气千条，怕什么？是五秒激情来啊！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好强啊，强啊，凶啊，凶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寒冬过了有春风，唔通来放荡。做人更加爱坚强，自然无创伤。Woo!
心比目清，功夫足厉害，好你哦，好你清的，好我冲，一棍都甲拍死。之前哦，也我这里气功来拍去，也绝掌安尼拍去，叫伊怪啊拄着哩，哦，敢那秘书叫颠颠着啊，规身骨皮皮刷，哇、哦，有名之前这个怪啊比我吸神钉骨较厉害啦，吼、哦，民族元气十分已经失七分啦，无当来食药当命哩啊。有名之前无来便罢，迄若是来呀、啊，我都马上走出大声了。不知你受够严呢？啊，我听讲你愈严愈严，到底是什么机关？什么机关？差不多皮拢流起来，什么机关？唔通错啦，愈错愈吃力啦！哇，何必想咁严肃来呢？啊，啊叫来吃做伴。嗨呀，唔通啦，老土你有够歹心。你点点，你点点。哎，阿杰啊，阿爸王啊，哎，阿杰啊。才听人讲，唔来啊，坐远大咧，行了一拍，我实在有够严呢。哦。先从这边所在的销量吗？好，我来给你接吧。唔通唔通，我来喝这个老土心肝食歹。你那我来到底是会叫念咯？啥话？我听无啦。老姐啦，莫听讲啦，还贵宾呢，精神贵宾不该抓啊，请坐请坐。多谢多谢。哎呀，会念咯会念咯，别人都接不。先朝王，为什么我伫咧讲话无人要听？啊，你那讲人都咧听？还做人关系你咧？我背上夹吧，俺们背起来看卖哩。哈、啊，你还没叫我坐，你还没叫我背起来。哎，那背起来看卖哩。哎，哎呀，我害啦，那点哩？点哩？哈哈，人家拢做小狗点头就丢了。哈哈哈哈哈，俺好搬，俺好搬。这边兄弟啊，哇，嘿，大瓜头盖棺论定的猛士来喽！盖棺论定勇士什么人？来你了。保定一台，这是干城的所在，所在三重金楼呢。哎，怎么呢？你那边是呢？喂，盖棺论定也冇使，你唔知我是木库，嗯，我是高志国的宰相，木库的盖世。好险好险好险，赶紧按摩关你啊，关你关干你啊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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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新奇新奇新奇，千少翁七人陷入吸神殿，变化如何呢？请看续集，变地分晓。